这50年来，没有人可以逃出纽佛森，但我们一个下午就做到了。我不敢相信，我们居然成功了。 你们做的不错。现在我和幽魂们会完成工作，我们会宰了蒙斯克，并且摧毁自治联盟。推翻蒙斯克只是第一步，这是为了更美好的未来。你还不明白吗？我们刚刚释放了每一个挑战蒙斯克的科学家、哲学家，还有自由思考学者。 那才是我们今天真正的胜利。你真的那么天真吗？明天就会有一个新的蒙斯克，之后又会有另一个。你那个梦想的完美未来，只不过是个不切实际的幻想罢了。如果情况那么糟糕，你为什么还会在这里？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？ 我想要的和你一样。蒙斯克死掉之前，我不会放弃。这跟仇恨毫无关系。我们是为了自由才起身革命的。你将看到那更美好的未来，但我们可就不一定了。 大家好，我是野驴洛，欢迎回来星海争霸二自由之翼。我们上一集选择帮助托许哥逃离，就是救了他的伙伴。然后雷诺哥说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你可以看到，你将看到那个未美好的未来，但有些人，但我们却不是。 反正讲白了就是，雷诺当初就是为了杀死蒙，就是应该可以说是杀为了杀死蒙斯克而反抗的啦。可是托霍纳却不一样，霍纳是为了自由，他是真正的为了自由。所以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目标嘛。好了，我们就来看一下托许哥。 我们就来看一下中间的故事吧。过场吧。我下了很大的赌注，押你和你的幽魂，希望诺瓦对你的评价是错的。哼，不要相信那个小女孩的谎话。幽魂程序会对每个人有不同影响，但是我们还是人类。要不要成为幽魂是我们在决定，不是他，不是你。 更不是蒙斯克选择才是大家真正仅有的自由。我能相信他们吗？能相信你吗？别担心，我们会跟你一起打到最后。所有兄弟姐妹们都是，这是我们欠你的。泰克斯，我想你会想知道，托许正式加入我们的小小革命行动了。他会让他的幽魂来帮我们。 你真的对任性的神经病相当心软，吉米。把那些怪人放出来，并不是明智之举。老蒙斯克把他们关起来是有原因的。蒙斯克把他们锁起来，因为他只把他们当武器，他们有权利住在笼子之外的地方，就跟其他人一样。说得好，他们是人呐。重大新闻，今天最新的报道指出，那是什么？ 镜头要转到凯特那，但是我今晚纽佛森监狱遭到了大胆的袭击，许多自治联盟的重大罪犯都已脱逃。
自治联盟的保卫军现正处于高警戒状态，因为有些逃犯是之前银刀计划的成员。该计划原本是自治联盟的幽灵计划中具破坏性的危险分支机构，有一些政治犯也在此次的袭击中逃脱了。你知道这是谁做的吗？凯特，是不是雷诺突击队？证据上显示是他们没错，唐尼。再一次的，吉姆·雷诺让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又更加危险了一点。我是唐尼·博米利恩，赫哈辛 UNN 广播室报道。坏人越来越危险了，唐尼，你该开始担心了。说得好啊，唐尼，该担心了，搞不好下一个死人就是你。就来实验室看一下吧。应该是没有吧？我记得，哦，对，没有。OK， 兵工厂，死亡个。那个叫托许的人给了我制造更多幽魂装备的资料，你确定可以信任那个家伙吗？听说他好像对洗脑之类的东西很有兴趣。托许只能招募志愿者成为幽魂，这是说好的，他会严格的训练他们，这样他们变为幽魂后才不会脱轨，这跟洗脑无关。真是好消息，我们不想放纵任何怪胎制造麻烦，当然除了托许例外。因为他拿托许没辙。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幽魂的资料吧。有兴趣的同学就按下暂停吧。嗯。然后兵工厂，我们开启的应该就是新的幽魂单位。其实到现在我已经有70万资金，然后结果我想买的就做这些。好了，算了，不要理他，我就回剑桥吧。霍纳哥，多数时间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干嘛，只是追着自己的尾巴绕圈。不，我们从一开始就跟随你，是你的正义感让我们坚持下去。麦特，我对正义的兴趣早就燃烧殆尽了。我花了一辈子战斗，我杀过人，我命令好人去送死，是为了什么？和蒙斯克算总账，只剩这件事要做了。战火散去后，只有你这样的人才能重建更好的世界。那是因为你给了我们信念，长官，我绝不会放弃战斗，这是个承诺。好啊，这就是男人跟男人之间的承诺。好了，其实女人跟女人也是可以的。我就来看一下新图吧。不对，关闭。这一集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执行另外一个任务，就是如果我选择诺瓦的话，我的诺瓦的连普通难度都没有。都没完成。好了，其实我根本就没有特别去玩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一集就来玩这个吧。鬼使神差 ，Go。所以，这就是托许准备用来建立幽魂的地方。我标出了此次行动中的三个重要设施。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朱灵的主存库，接下来是钛化氢瓦斯槽。最后一个目标是幽能波灌输器，托许用它来完成幽魂的启动程序。好吧，我们摧毁全部三个目标，然后托许就没戏唱了。托许对于如何潜入作战了如指掌，我可以攻破他大部分的防御，但是我需要你的支援才能成功完成。那托许怎么办？把他交给我处理就行了。我把你的部队清出降落区域了，让这场派对开始吧。这一集就跟上一集一样，我们要操作的就是只有一个人。这一集要操作的就是诺瓦，这个很辣的小女孩。好吧，我们就开始吧。助了解，纯属公事，收到。好，在这之前，
咱们的游戏速度还是调一下好了。Go go go！ 前进中，了解，清楚明了。看到前方的掠夺者了吗？跟你赌50块，我可以从这里射杀他。身上，纯属公事。好吧，是时候了，保持警戒，孩子们。或许可能准备了一些卑鄙的惊喜给我们。我被困在这里，谁来救救无助少女，顺便炸掉山崖上的家伙？身上，纯属公事。收，看吧，多么简单。我们行动吧。清楚明了，移动中，交给我吧。执行中，包在我身上，纯属公事。收到，前进中，了解，清楚明了，移动中，交给我吧。执行中，包在我身上。到底是我玩太快，还是我走错路了？收到。老实说，诺瓦的剧情我也只玩过一次而已。清楚明了，说的。移动中，交给我吧。执行中，包在我身上，纯属公事。收到。在等你的指令。哦，原来是可以自己操控这边的兵哦。展开，而不是像之前那个托举那样是。那没问题，请再说一次，前进中，了解。就明了，就是那个什么。收到，他们自己行动。交给我吧，确认上个指令，前进中，了解。不行，清楚明了，不行，移动中。Go go go！ 交给我吧。你到底要不要下命令啊？我了解了，执行中，包在我身上，执行中，包在我身上。收到，纯属公事。小心，前面有一台工程坦克。如果我能靠得够近，我可以用心灵感应控制里面的士兵。清楚明了，移动中，交给我。在等你的指令。状态报告。执行中，包在我身上，纯属公事。前进中，了解。清楚明了，收到。包在我身上。心灵控制。开始吧。这比郭旭还恐怖，我跟你讲。我是诺娃。我是说真的，郭旭一人的全属攻势，其实还好。请再说一次，直接给你一个进攻。了解，清楚明了，移动中，交给我吧。收到，前进中，移动中，交给我吧。了解，幽魂。让我来解决他们。确认上个指令，执行中，包在我身上。清楚明了，移动中。整装待发，大声点。我了解了，交给我吧。按照号码排好。我没办法静静的坐。谁要一些？是长官。想要炸烂什么吗？确认上个指令。那是什么？哦，走吧。我了解了，执行中。秀出你最厉害的一招吧。这可是战群剑。我们状态报告。兄弟，干得好，小子！我们的下一个目标是太化清瓦斯槽，我会帮你清除降落区域，准备好了。
前进中。我真的看到了某样东西，我们只要在清楚明亮。移动中，交给我吧。执行中，包在我身上，纯属公事。收到。前进中，了解。清楚明了，移动中，交给我吧。执行中，包在我身。我是诺娃。战机，应该是没什么朋友。纯属公事。对撞。收到。降落区安全了，你可以开始降落吉姆。去看看他们是不是打不开这扇门，不要浪费费时间。清楚明了，移动中，交给我吧。随时为您服务，立刻接受派遣，系统准备工具，马上。职责确认，进行中。了解，此战舰将遵从指挥。指示确认。这值多少？搞定。想要炸烂什么？干嘛？你大声点！哦，这么多单位，你知道这个控制起来不是很好，不是很好控制哦。你有什么能让我宰杀吗？没有什么我不能处理的。我出发了，我出发了。闸门打开了，让我们来大闹一场吧。哦，到包在我身上。我正在听。说吧，请再说一次。收到。确认上个指令，秀出你最厉害的一招吧。我了解了。执行中，包在我身上。前进中，了解。清楚明了，纯属公事。收到。前进。我没办法进去的。状态报告，目标在哪？对死神感到惧怕吗？我是诺娃，移动中。那是什么？免兵。其实刚刚那一台工程坦克应该直接支配的才对。算了，来不及。死亡降临。想要炸烂什么吗？扫描战场状态。指挥权。请再说一次，交给我吧。执行中。我这一集可能会耗比较多时间了，因为毕竟这个我真的没玩过了。收到，了解，清楚明了。远征测到核弹发射。哦，移动中。我准备一份大礼给你，雷诺先生，你最好开始逃吧。哦，千万不要傻傻的让诺娃去死啊！全属公事。前进中，了解。你看他连那个扩散伤害都清楚明了，维持很久。移动中，交给我吧。执行中，包在我身上。我没办法静静的坐着。提出您的需求，此战舰将遵从指挥。职责，大声点。你有什么能让我宰杀吗？哦。就这样。那是什么？瑶。我是诺娃。目标在哪？待命中，系统准备进行中。所以立刻了解，马上着手接受派遣，指示确认，自动炮台就绪。此战舰将确认上个指令。秀出你最厉害的！这值多少？没有什么我不能处理的。当然。请再说一次。收到，纯属公事。收到，前进中。哎，工程师由您支配。接受派遣，指示确认，指挥权限已登陆。我正派出另一台渡鸦。您的命令是立刻。哦，是哦，不错不错。
职责确认，了解，马上进行中。不用，应该可以直接用它来搞定幽魂。此战舰将遵从指挥，系统准备就绪，指挥权限已登录，职责确认，立刻。说吧，没问题。干嘛？你要什么？我了解了。想要炸烂什么吗？状态报告。了解，执行中，清除敌人，移动中。这什么？我是诺娃，交给我吧。当我侵入这个核弹发射系统时，掩护我。只需要花一点，搞定。扫描战场状态，接受派遣。请再说一次。哦，所以有核弹可以用。不用，马上就被你了。再见的，那是什么？我是诺娃。对死神感到惧怕。确认上个指令。目标在哪？我了解了，纯属公事。前进中，了解了，清楚明了，移动中。这值多少？我没办法，今天的作用不够。终于清楚来喽！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，老兄？你分明在试探我，非常的冷酷无情。干得漂亮，吉姆，只剩一个了。那个幽能灌输器被严密看管，核弹攻击会是最佳的选择。支援到了，给我们一个目标。准备好加入战争了吗？请再说一次。收到，前进中。交给我吧，执行中，包在我身上，纯属公事。大声点！变身系统就绪。是的。说吧。确认上个指令。收到，前进中。了解。清楚明了，移动中。开打吧，非常好。什么事？想要炸烂什么吗？没问题，我胜了。讯息接收中，绝对没问题。指挥中，随时可以开火。修，开战护士，包在我身上。状态报告，准备接机吧。是的，我们机上的全开。哦，现在都被你打了。好吧，好的，可以进行，没问题，我会完成的，确认完成。好的，回中，我们机上的全开，可以进行。打不到。是的。哦，打不到没关系。我是诺娃，交给我吧。执行中。包在我身上，了解。清楚明了，移动中。清楚明了，没。目标在哪？当然。这时候共振坦克就是非常非常威猛。我带你。变身系统就绪。那是什么？我宁愿稳稳的这样前进中，了解。我也不要太冲动。清楚明了。开打吧！没有人能获得永生。同意。什么事？我生来就是为了准备接机吧。请再说一次。收到，交给我吧。我没办法静静的坐着不动。是的，长官。清楚，准备好。确认上个指令。执行中。包在我身上。
全是公式。收到。当我进入这个核弹发射系统时，掩护我。只需要花一点。搞定。核弹准备就绪。蹑手蹑脚从来不是我的风格。什么事？变身系统就绪。非常好。我爱死了。已侦测到核弹发射。是的，当我实在是受够了，你为什么不死得干脆一点？干脆一点无所畏惧。返回中，当然没有人能获得永生了。无所畏惧，当然，是的，当然。哈哈，想要炸烂什么吗？我们出动吧！准备机状态报告。我生来就是为了战斗，我爱你。你的声音。前进中。移动中。了解。清楚明了。移动中。交给我吧。执行中。我了解了。变身系统就绪。同意。返回中。胜利。我是诺娃。纯属公式。前进中。了解。清楚明了。好了，现在身上有两个核弹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包总，你说的对，雷诺。核弹位置丢得好的话，就能对那些防御工事造成严重的破坏。这还没结束，我很快就会再见到你的。好了，这一集就完成了，没有，就这样就结束了。啊，那个，这个嘛，控制的就是。自己控制吧，对吧、啊？花一点时间应该是可以啦。我们就来看一下后面的剧情吧。跟上一集那个拯救博士一样，我们来看吧。传输讯号接收中，是脱血。这么快他就按耐不住了，接过来吧。你将为那个人付出代价。你说的人是指我吗？你会后悔出卖了我。你这个人渣脱虚，我毕生致力于对抗像你这样的人。你和我是同一种人，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。你根本不懂，而现在你也没那个机会了。你能拿我怎样？你我相差了六光年。不是我。想起一个我认识的人，还好你的目标不是我。至少现在不是，我们会再见面的，吉姆。难道你没有认识一些正常点的女孩子吗？啊！可怜的泰克斯。啊！哦，没错。没有认识一个正常一点的女人吗？雷诺哥，好啦，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啦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我们就下集再见吧，拜拜。